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去下载我们这个网络上的资料，更新资料，如果我不要用那个Excel 里面的纯 Web 的话，其实也可以用那个 IE 物件来做就可以了。那其实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说呢，我只要怎么样？我只要这个网址啊，把它贴到哪里呢？贴到刚刚的 IE 物件就可以了。所以其实，如果我要把刚刚这个程式嘛，本来下载雅虎股市啊，把它改成下载什么？下载那个之前的更新资料，然后是用 IE 物件来做的话，其实做法也一样哦。差别在哪里？第一个哦，只要把这个网址贴上，这个网址的话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就是Google 上面的那个 Google 硬碟的那个试算表资料，好，有没有？这个就不过特别重要是要网页的哦，不是那个用 CSV 的哦。然后这个把它贴到这边给各位看，就是这个资料。网页的哦，特别主要是网页，所以网页后面的话一定是等于 true 的这个，不是等于 CSV 哈、哦。然后呢，第二个就按 F10，我刚刚讲嘛，固定 S 先 F12，有没有？F12 就跳右边这一块，然后你可以按 Ctrl 加 F，寻找什么呢？寻找那个 table，因为主要啦，一般我们还是抓那个网页上的表格，那你会发现这个网页里面刚好就只有一个表格，然后呢？现在刚好就在这个表格，所以基本上哈、哦，你会发现这一个反而又更简单，因为只有一个 table，不会有第二个。那所以呢，我只要怎么样？刮胡本来刮胡4嘛，那、啊、我现在刮胡多少？第一个嘛，从多少？从零开始，所以你就把它改成零就可以了。好啊，其他要不要改？其他好像不要改。我刚刚基本上我只是做一件事，就是一把那个上面这一段程式贴下来，第二个的话呢，把这个网址。改成我的试算表，然后再来改什么？改这个，本来应该抓第几个？第五个嘛，对哈，第五个。然后我现在把它改成，因为里面只有一个，所以改成第零个。第零，它从零开始哦，OK 哈。所以只要改一、改二，对不对哈？啊，其他的话呢，删除栏还有那个自动调，删除栏可自动调整可能要，但是删除栏可能不用，因为不见得每个都是栏。可能是列哦，所以哦，我可以怎么呢？我可以先把这个先注解一下，删除栏这个，也许可以在这边加一个注解，好、哦、把哎这个注解把它注解掉了。那 auto fit 这个可能让它可以跑一下，哦，自动调栏，然、哦、我们来跑一下。啊，基本上我大概也没改什么地方，就改两个地方哦。我看一下，我刚刚试弄了一下，我发现哦，其实也 OK，也就是以后哦，利用那个 IE 物件来抓取网络资料的话，哎，用这一招哦，资金给各位看一下。那它会下来了，有没有？不过它 delay 3秒，然后先把它 IE 物件 IE 打开，然后找到 table，哎，然后最后的话呢，通哎有没有？不过呢跑可能要跑一样，你会发现它大概一个一个，它其实就是什么？一个一个的帮我抓下来，一个一个抓下来之后，最后再 auto fill。不过哦，这边看起来哎资料都下来了，但是呢可能还会需要多做一个动作啦，因为好像第一列是多余的。所以其实，刚刚这个程式怎么样？其实应该可以把这个哈删除第一栏，应该改成删除第一列才对。所以这边也许你可以把这个程式再改这个地方，删除第一列，然后从这边的话呢，我把这一个哈叫本来是 columns 第一栏对哈，把它改成什么？第一列嘛，第一列应该什么？把它改成叫 rows，有没有？的第一列 delete，这个叫删除第一列啊、哦，删除第一列，那我们来再试一下，基本上这样应该 OK 了，跑一下，哎，执行，好，啊，它其实就是的，反正就是网络一个一个一个抓下来之后呢，最后再帮你怎么样，自动删除第一列，然后自动再做栏宽调整，哎，全部 OK 了，好、哦，速度的话呢，我是觉得感觉好像又还是比那个。我们的汇入的方法好像快一点点，好，OK，这样也没有问题。所以也就是说，以后如果你们想要抓网络资料，但是利用什么呢？从 Web 这个方法不 OK 的话，或许哦，你可以什么，把我刚刚的这一段程式码稍微做个修改，好，OK。所以基本上我刚刚没改什么地方哦，改这个网址，第一个，看到没有？名称这个改一下，把上面这一段贴过来，然后改这个第一个。改这个第二个，还要改什么？改这个第三个，OK 了。所以哦，这一个范本几乎应该是万用的。
哦，所以，至于细节啦，我想其他应该也没什么，反正就是把 inner test 的东西丢到储存格，大概这样而已。外面就包回圈，一个 for 回圈，这个 for 回圈是列回圈，这个 for 回圈是里面的储存格回圈，大概是这样而已，没什么很这个。理论上，如果说你们之前有写过那个其他程式吧，应该看这个也不会觉得我只是可能会。需要注意的就是 get element 有吗？get 取得什么 element by tag name 这个可能要稍微，那 tag name 指的就是它上面的标签名称，也就是说，如果你将来不见得是要抓 table 哦，你要抓其他东西也可以如法炮制，只是说也许你们目前功力还不够的话暂时不要乱改不过如果你懂得改的话。就是说，你知道 HTML 里面的标签代表什么意思，那你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就很容易可以抓取到。也就是如果你将来想要用 IE 物件抓取任何网络上面的讯息，绝对没有问题。也就是这个 IE 物件它是非常强大的哦，甚至它可以模拟什么？模拟就是如果你网页上要按个按钮，然后才有资料出来，然后你再把它抓回来放到 Excel。这些绝对都办得到，只是说呢，目前来看这方面的程式网络上还太少人分享。OK，能不能办得到？绝对办得到。也就是说，你要让那个所有像什么订高铁票、台铁票要自动化，对不对？要抢票，对不对？也可以啊，你设定一个时间，时间到呢，你就让它一直 run，一直跑，做一样的事情，把资料。把它去执行你要的动作都是可以办得到的哦。那你说会不会比 Python 逊色？其实我倒觉得各有它的优劣啦。那只是说这个怎么拿捏哦，恐怕各位再稍微了解一下。OK 大概跟各位讲一下这个部分，就是把 IE 抓那个雅虎股市哦。